Hello，大家好。这我讲啊，想吃油条了。上次做的油条，他还没学会。今天再仔细的教一下他，教一下他啊。对吗？今天人多啊，上次试验品做了一斤面粉，今天我们做两斤啊。做两斤，没吃完，白天可以吃。盘里倒入两斤面粉啊，想吃的自己去按照这个去做一做，一定会成功啊。两斤嘞。一斤面粉加入那个10克的蓬松剂啊，这是两斤，加20个。再来一勺小苏打，再来两勺盐，把这个面粉、小苏打、盐。拌均匀，再加入两个正宗的啊，一定要正宗的土鸡蛋，正经的，正经正儿八经的啊。你知道什么叫正经的鸡蛋吗？不知道。人是正经的吗？啊？人是正经的吧？人肯定是正经，不正经。正经的人做不出来是吧？对。哦，这个才是关键的是吧？再加入，慢慢的加农村的山泉，把它慢慢的搅搅成面絮絮，搅成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加点食用油。专家说要用脚去踩，去洗下手，一点点的，快去！现在要用铁砂掌了啊！开始用我们的铁砂掌了啊！手法一定要柔啊，若柔。这面不够柔软呀，这个面就柔的光滑呀。嗯，好软绵绵的。现在软绵绵了。嗯，你看，一抓。伙计们，这揉面也是个体力活。哎，差不多揉好了啊，拿保鲜膜。把它磨起来，我卷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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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卷，这是多了一点，就这样。好，用保鲜膜给它摸好，放在那个冰箱里面去保鲜啊，明天早上起来就可以做。伙计们，第二天早上了啊，我们开始。来炸油条了啊！早上吃油条，桌上先撒点面啊。拿出昨天晚上我们揉的面啊，光滑剔透啊！拿起我们的擀面瓶呐、啊，擀，差不多了。切成两指宽啊、哦，搞点水在上面，压啊，起锅烧油啊，开始炸了，来下第一根。慢慢拉长，下锅，慢慢就大起来了啊！大大大大大大大。软软松松的小油条啊，就炸了。嗯，完成，油条来喽！这个各个空心啊，看一下有没有空心呢、啊？哦，啊，嗯。拿袋子装上两个啊，袋子去放油啊，这早上就不用带。
带锅了，不吃泡面了，天天泡面也没啥味道。啊，来，放油去。